体的观众说一下，你这怎么从一个女中音怎么变成一个男高女高音来了？漂亮的，多好听的声音，有样子的，有样子，是不是道理？说一下，有消息。今天这样唱，就高音的时候，当然音色还不是那么漂亮，但至少会觉得有在用。那我发觉说，虽然那么高，可是这节课唱起来，我发觉我喉咙是松的，松的，对，就这点感觉，就觉得哎，这点就不错，至少喉咙不是这样。虽然说不是唱的很漂亮，不简单，对，一个女中音，到了高声部了，所以种错田了。啊，对不对？冬天就要种麦子，啊，秋天再种苞谷。你不能冬天种苞谷，它不过夜，不能过冬嘛。一定要种麦子，没有水怎么种稻子？你不能在旱地里种稻子。你就是一个男女高音，怎么会把你放在女中音部里唱了这么多年？人家物尽其力，人尽其才，你这都是糟蹋你的。我在女中音当领导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反正你习惯了，就领导继续。人脉好是人脉好，但是你的声带不是那个，共鸣腔也不是那个，手风琴就手风琴嘛，怎么就能当胡琴去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么多年，从女中音到女高音，这三个月，短短这三个月的感受是怎么样？就觉得说，哎，原来找到自己，因为那时候我唱合唱为什么会离开？我觉得奇怪，以前没有加入合唱团之前，我还可以唱蛮高的，为什么加入以后，我那才抱怨说，哎，你都让我唱那个女中音，我越唱这边越快越怕，我就自己又乱找理由了。我只是觉得不对啊，我这样唱不上去。后来我退出了又走错路，就随便去唱卡拉 OK。对，就一唱那个整个的，就像其实老师他。有几点他就是一针见血就指出来了，他说你一下子跑这边一下跑那边，我也知道说声音该到用后面用背，可是你卡拉 OK 的习惯自然又跑到前面，用麦克风把你诱导，对，又这样就已经不需要了，就一直没有 hold 住，对，风没封住前面，前头松后头紧，对，上头松下头紧，你要记着啊，就在后半部分，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千万记住不敢前头紧，尤其是喉头，一切的练声都是为了让你喉头松，喉头一定要松下来，把手刹车松掉。你要开始先把手刹车松掉，第一个动作要手刹车要松掉。你这个地方一直拉手刹车，再说。你就觉得唱的时候感觉到还是高音的时候还是会吃力，没有那么的流畅，可是喉咙会就觉得好像也不痛，就觉得蛮舒服的。够高了，降 A 啊，记清楚，6.5。今天是降 A， 所以是历史的新纪录，对不对？不简单，降 A 是一个坎儿。降 A 上去了以后，心里不会紧张。降 A B 开心就上去了，就之前看到高音上，你唱完七你就可以唱到降 A 了。是不会紧张，就是被老师这样带着唱。老师不是说跟他学没有高音，没有所谓的。对，心里要放松，没有高音。对，那就被老师这样一直搭一搭。你看说今天已经到降 A， 我搞不清楚啊，你到降 A， 就是降 A， 就被老师这样一直带就上去了。对，带上去了吧？你友谊还没来以前，我们已经唱了半个多小时了。我们7:30正式开车。所以有没有感觉？一开始就成就感，没想到这首歌他这么喜欢，还真唱了。那世界名，我没给他说，我说小声唱，就坐那也不吭气，也没用方法。其实没有方法就是用方法，无道就是有道，啊，就是，这就厉害了吧？不知不觉你有这个声音了，先找着这个声音，你再发扬光大。你今天找到这个声音，以后就唱就这个感觉，把鱼竿吧冲起来。我们不要这样唱，不要往前降，凭水平唱，要这样唱。看我的声音，越到高音时候要吸着，灌香肠。至少要有这个声音，这个声音是在管子里，在后边。70%在这个管子，30%在这边。所以为啥要练哼鸣？为什么让你不变音呢？走后边。也是一样。完了，抱歉。啊，前面了。有声音就是啊，70%走这儿错了，70%走的三声，30%也不是走舌面，走上颚，从小舌头上面走。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就咬字嘛，你不能老那没有词儿了，那就哼鸣了，要加上字儿。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我爱你，我恨你，啊，这样子没事。你舌头现在放出来了，
原来舌头在后边的，所以舌头一上来声音就出去了，就上来了。原来堵着喉头了，堵着喉头让你把声音逼到前方了。哦，我那时候堵到喉头是一直想，因为你不是女中音，为了想把她声音唱得很雄壮，就靠喉头，喉头的声音。我看我是女中音，根本不是，我是女中音。你怎么说话？你现在这样说话，为什么我说是女高音？因为我看你说话是这种声音，你就是女高音的声音嘛。那为什么一唱歌就变出了这样这样这样说话？你不是要说话吗？那不是这样说话。说话和唱歌如果是两个人，唱歌就错了。怎么说话就怎么唱歌。你现在给我讲话，给我对话，刚才你说这么多话，绝对不是一个女中音的声音。绝对不是一个女中音。啊，摩托车你的包装四个轮，它也叫摩托。啊，它也不叫汽车。汽车有汽车的悬挂，有汽车的构造了。啊，最少龙头是那种方向盘，不是这种方向盘，这龙头不一样。你唱来了，这真的唱了将近一个半多小时了，一点都没闲着，前头没有这种，痒了、疼了或者痛了，是吧？那你看你一开始怎么唱的？没有这样练声吧？从你们的指挥没有这样练声，那么你合唱团没有练声就直接唱？那时候都是很简单的，都有练声，还是会有练声。你怎么练的？你按女中音练，你有练这么高吗？没有。F 级都没有。他会照分的，高音可能就练声不在一起练。没有在一起，可是他到高音的时候会教说，中声就不要唱，都是错误的概念。女中音也可以唱到 A， 女中音甚至也可以唱到 F 级，知道吧？小提琴也拉很高，中提琴也可以拉很高，高低的音和音色和音质是两个概念，音质是小提琴和中提琴，中提琴也可以拉很高啊。知道吧？你不要以为男中音就唱不高，包括你说你那个男低音的老师，他只唱了一个点的咪，男低音也可以唱到一个点的嗦，或者唱到一个点的 A， 都可以唱得上。不要以为男低音就唱不高叫男低音，那就错了，是音质去分的。小提琴就小提琴，小声，啊，胡琴是胡琴的声音，所以他说低声部不要练高了，错，又错了，啊，低声部女高音也能唱那么高，女中音也能唱得很高，至少女中音可以唱到一个点拉。那你们最高音都没唱到一个点拉，那女高音男高音都没唱到一个点拉，你们怎么唱高？都是就像你说的，再低再降。男的歌曲简单的歌，就是为了应付什么也不知道。其实参加合唱团也是增加声乐水准嘛。那你这么多年的经验是好，有错误的经验你才能尝到甜头。再继续，大家大概再有一期啊，你的 A 站住就着了就行。我会拿很多作品慢慢给你。带上去，月亮颂我会让后边不让你唱了，月亮颂的后边那个咪就到了降 B 了，降 B 比降 A 还高一音。月亮颂最高音到高音的咪，啊，同样都是这个降 A 调，但是它到咪，啊，月亮颂就要调就够高的吧。